大家好，兰花它的根系呢是肉质根，所以啊，养护的过程中呢，浇水非常的关键。养护不当，浇水不当啊，很容易造成那个兰花积水烂根。但是呢，有很多花友反映，自己的兰花呢一浇就烂，但是别人家的兰花呢怎么浇都不会烂根。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主要是有两点不同而造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养护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比如就是说南方和北方，南方的话呢，因为湿度特别的高，所以呢盆土的挥发速度没有那么快，浇水一旦浇多了就很容易积水烂根。但是北方的话呢，因为天气特别的干燥，浇水之后呢水分能够很快的挥发出去，这样的话呢我们浇的过于频繁，它也不会出现烂根的情况。除了南北差异之外呢，还有我们放置的位置，比如大家有的是直接放在水泥地面上，有的呢是把它架空起来的，直接架空起来它的透气性、逆水性会比较好，所以浇水的话呢不容易烂根。但是如果你直接放在水泥地面上，这样的话呢浇水的时候呢它的那个透气性呢就没有我刚刚说的把它架空这样子好，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烂根的。又有一些花友的话呢是把这个兰花放在室外养，有一些是放在室内养，室内的通风条件不太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浇水不当的话呢就容易烂根。但是室外的通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浇水浇多一点呢也不怕。第二个呢就是盆土的不同而造成的。我们先说盆，那么有的花友用盆的话呢可能会用一些塑料盆，而且呢这个透气性不太好的盆，也有些花友呢会用这种高脚盆，有非常多的透气孔，或者是用这个泥盆。那么这一类的盆的话透气性会比较好，浇了水之后呢很容易蒸发出去。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些透气性不太好的盆，比如你用加仑盆这一类的盆，它的透气性不好，浇水的话呢水分无法更快的挥发出去，也会很容易造成你浇水过多容易烂根。说了盆，我们再来说土。兰花用的土也就是我们说的质料呢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有粗质料和细质料之分，那么细质料保水性比较好，粗质料的透气性、逆水性也非常的好。这两种质料的透气透水性还有保水保肥性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差异了，也就造成了我们浇水一旦不当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所以呢你在给兰花浇水的时候啊，要想避免这个兰花呢经常性的出现烂根，那么我们最好就是用一些透气性非常好的盆。土的话呢最好就是粗颗粒为主，细质料为辅，然后呢环境的通风透气性一定要好，这样的话我们再浇水啊它就不容易出现这个烂根的现象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两点的不同，而就造成了别人浇水了不会烂根，而你浇水就会一浇就烂的一个情况了。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